不管你长得美不美，不管你几岁，不管身高体重对不对，有梦就去追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 superstar， 那就不要害怕，你肯定来打，每分钟来抓，抓住这个机会，把歌唱，唱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堂，就在人世英雄榜，实现你的梦想。呼，尖叫耶！呼。好的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运势英雄榜，我是比永王宏恩，马上呢就要进行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了。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三号呢，哇，这个参赛者呢也算是我个人的好朋友了，他来自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，而且他的名字呢注定他就会成功了，因为他叫谢成功，来自兰屿的达悟族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试唱会比赛的情形，请看。Ay do caballo, moya vaninga yo, hoy amana pavo, da de ngañar ya. Ay so do malawon.Binay da namiri Inda daw rodan Soladan maida微风儿呀吹动我的窗缝，姑娘呀我要和你见面。我们一起欢迎谢成功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的，微风儿吹着我，是魏北吹了轮椅，是中国人的血也是在台湾。你怎么突然在这么好听的那个蓝雨之恋，是不是？ 对, 对，这个歌曲之后突然模仿林峰大哥呢？没有，因为一时兴起。兴起是不是？没兴趣。哦，兴趣是不是？好的，成功了，非常幽默了。重点是他上次，骑摩托车呢。自己呢撞到电线杆了，对对，还好吧。过年期间，过年期间有影响到歌喉吗？不会，不会了哈。好，越战越勇，越战越勇，越撞了越强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要唱什么歌曲？乡啊，费玉清的《乡愁》。哇，绝对是你的歌路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不要紧张，不会不会，听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欢迎谢成功，《乡愁》，给他掌声，鼓励鼓励，谢谢。为何回不去？为何抹不走？怀念故乡情，怀念故人愁。千里远，万里遥，何时能聚首？星光下，夕阳里，天边也如钩。啊啊，乡愁，啊啊，乡愁，沾满我心头，回不去，抹不走，相思。何时了？相思苦，何时了？为何回不去？为何？我不走，怀念故乡情，怀念故人愁。千里远，万里遥，何时能聚首？星光下，夕阳里。天边也如钩，啊啊，乡愁，啊啊，乡愁，沾满我心头，回忆。
时了？相思苦，何时了？耶耶！掌声鼓励鼓励。好的，哇，成功了嘛 ？OK， 哇，成功，来往前站一下。哇，成功了，曾经呢，连续五届呢，拿下我们蓝屿鬼头刀杯的歌啊，不是红头鱼啊，红头鱼。哇，叶老师有没有听过这种比赛啊？鬼头刀跟红头鱼杯的歌唱比赛。我的第一次吓到了。红头鱼啊，赢是直接就是可能就是大的鱼啊。啊、是吗？是蓝屿举办，在蓝恩举办的那个歌唱比赛。对，蓝屿他们自己国内，他们自己国内举办的比赛。在蓝屿，北投刀我听过了，红头鱼、啊。对，蓝屿自己已经自立一个国了，有没有？对他们有自己的，你知道比赛。OK， 好，成功了，刚刚的演唱了，我觉得真的是阴阳顿挫做得非常的扎实。我们就来听一下，到底品贤老师对你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请傅威傅老师。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，刚刚说那个车祸有影响到脚吗？没有。好，因为我觉得成功让我的印象很深，是他用他的脸的表情在控制他的共鸣，没有错，做得非常好。可是那个我会突然被吓到，是因为他动作都在上半身以上哦，所以他那个有点不是很连结。但是就像洪恩说的，抑扬顿挫做得非常好。嗯，好，叶老师有请。坦白说 我是觉得在某些地方真的还有一点点缺陷、哦、我认为他的实力应该超过这个。首先、哦、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咬字的时候，因为你选了这首歌的关系吧，我想其他的歌可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但这首歌呢，你在咬字方面并没有很完整的去把每一个发音，比如说像为何一开始的为你就没有把 u a e 的几个音平均分配好、因为歌有一个基本的节奏，所以那个旋律在动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那个发音地方把它处理好。尤其是千里远万里遥这个地方，千里远那个他好像突然间，我就在听，突然被吓一跳这样的、okay. 因为他这个动作呢，就是第一个他发得很重，第二个呢，我必须要说，因为他的共鸣其实很漂亮的，像他高音的部分的使用方式，刚刚一号就可以学的，刚刚的那个共鸣的使用方式、但是呢，在千里远万里遥这个地方，你就没有把费玉清怎么样子在使用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千的最后在鼻音，可是你棒就过去，棒就过去，千里远万里遥这个都在鼻音的地方，你完全没有拿来做共鸣，我就觉得有一点很可惜的地方是、所以呢，等一下我可能要给你插了，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你表现的并不是太好，就是说你浪费了这首歌，所以要罚你一下，就是打个叉给你这样。好的，谢谢评审老师讲评。好，反正待会举牌叶老师就不用举了，反正他已经好了。不管怎么样呢，老师当然有很多的建议了，我们直接呢来看一下你的成绩好不好？请评审老师举牌。耶、千叉圈，掌声鼓励鼓励。OK 了，好，反正叶老师那部分我在处理了哈，没有开玩笑。OK， 成功，下次有空再来玩了。OK， 好，拜拜，好。好像真的离开蓝屿的感觉哈。好的，成功了。刚刚的演唱呢，我相信可以看到他的台风相当稳重了。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他已经做好一个蛮好的表演。那马上呢，我们就接下来呢要邀请到四号的参赛者了。那他年纪非常轻，只有16岁而已哇。他的名字叫做吴盈进，来自台东的阿 Miss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试唱会比赛的情形，请看。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笑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不通担心讲未来吃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在遐。哪路啊嗨呀，哪路啊嗨呀。
我们一起欢迎银静，耶、yeah, ！我们的吴银静，好的，好 ，OK， 哇，银静的声音其实非常的甜美，而且呢，刚刚唱台语歌跟阿美族的歌谣，哇，突然两个不同的曲风呢，被你诠释的还蛮有模有样的哈。静的声音还蛮适合唱卢凯族的那种比较低鸣的那种古调，细细的那种什么小鬼狐之恋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嗯，有听过吗？哈 ，OK， 好，待会呢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江蕙的落雨声，哇，台语呢非常的标准，大概是台东可以拿到台语杯冠军比赛的应该就是你了啦。哪里？江蕙大姐的落雨声，我们一起欢迎吴银静，给她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鼓励鼓励，哇！大会警卫呢？赶快派过来把他抓走啊！你一定谎报年龄，对不对？又模仿谁谎报年龄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你才16岁而已吗？嗯。确定？确定。可是你唱歌的那个太成熟了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评审老师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真的唱的，个人是觉得非常的。我觉得是职业水准了、啊。我们直接请叶老师，好不好？来讲评，叶老师有请。我非常喜欢他的演唱哈，尤其是银静只有16岁哦，对啊，16一定谎报啊。但是就是唱起歌来的那个整个的韵味，尤其是闽南语的咬字，因为我也写很多闽南语歌嘛。对。所以在这一方面呢，我就发现说，哎，他把整个歌曲里面用闽南语的那个共鸣使用的地方都用得很好。嗯。但是有一点，我觉得银静在拖长音的时候就没有处理得很好，就是说因为你在拖长音的时候忘记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动作要慢慢的来，然后呢比如说长音的时候呢，你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声音呢放到最大的位置去，你应该要像有些地方，其中我觉得光我刷来听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好好的去做那个动作，就是说从
轻到强到弱再拉回来，让那个弹性做出来。然后呢，口型，比如说听，你可以从听，嘴巴是不是可以一直在运动？运动当中，你的 pitch 就比较稳定一点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很努力的地方哦。然后最后，有一个地方，我是觉得自己听觉得我听挺惋惜的，就是无人秀苗苗那个地方。对，因为你必须是靠出声啊，然后无人秀苗苗，你后面你想拖长音的时候，你就要找位置去换呼吸，而且要找在那个句子里面的位置去换呼吸，而不是像你这样靠出声啊无人秀苗苗硬去撑它。你应该去把那个句子呢稍微做一个简短的换气，比如说假设说无人，然后再秀苗苗，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唱法？对，你可以自己去设计，不一定一定要照江蕙江姐的叫唱法，然后你可以去设计你自己的一种唱法，唱出自己的味道。可能是你可以把那个秀苗苗的味道唱得更漂亮的话，那就更迷人了。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奇异瓦斯杜兰老师有请。我觉得虽然我台语这个我就是那不太会讲台语，但是我觉得他唱起来就是那种会靠，老师也讲就是。感觉你在演唱的时候其实还蛮有孙淑媚的感觉。对，虽然其实你们长相真的不像，但是真的有那种，对，我不是他，你说我是秀兰玛雅吗？他说秀兰玛雅在讲孙淑媚。对，因为我对啊，因为我跟孙淑媚之前也是同公司，所以对他也蛮熟悉的。那我觉得他很好的一点就是非常有大将之风。可是当你有大将之风的时候，好处是真的好，但是坏处的时候你就会也会造成你的一个瓶颈，因为你接下来该进步到哪里？就是你对，就是你要对你的未来，在你歌唱的这个生涯，如果你真的想要继续唱歌的话，你该找哪个地方是你可以再跨大一步往前进？因为你真的十六岁唱这样，我真的觉得哇，骗人，骗人呐、啊！哇 ，OK， 谢谢老师，傅蔚老师有没有要提点一下？我觉得他非常赞了。如果一个小部分就是拖长音的时候啊。因为我们都会表演，所以想要让它滑慢一点。可是滑慢一点，前面听到的都是 pitch 不准的感觉。对，最后才到那个位置，可是这样的表演是危险的。其他他真的很赞的，非常好。好的，谢谢评审老师。马上呢，来看一下你的成绩好不好？好，请评审老师举牌。圈圈圈圈圈，没有意外了啊！好了，这赢进了。刚刚私底下在彩排的时候，哇！已经大家已经在连摄影师都忍不住在旁边拍手啊，唱得很好，再接再厉了，好不 好 ？OK， 谢谢银静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OK， 已经出现了第二个圈圈圈圈的表示呢，还有三个名额，哇，这样讲有点恐怕哈、哦。好，马上呢要邀请到我们第五号的，也是我们的种子选手。呼斯涵，我们直接用掌声加尖叫，热烈的欢迎呼斯涵耶！喂，麦克风啊！OK， 好，是涵自己人了啦，直接这个场面交给你。哇，交给我要干嘛？好了，这是涵呢，其实，在那次第一季的参赛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也有一段时间了。对啊。哇，那。有没有常常去参加其他的歌唱比赛？没有哎、欸，我都窝在家。窝在家里是不是 ？OK， 标准的原住民、啊，只在自己的部落唱得很开心呐、啊，出去就人家都都比较沉默一点。啊、好了，待会来唱要唱什么歌曲？顺子的《眷恋》。哇，这首歌算有高难度哦。对。好的，没有再怕的了。好，零八九的，我们一起欢迎呼斯涵，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
掌声鼓励鼓励。嗯，哇，诗涵真的是歌如其表啊，就是歌很像外表了。哇，这样哇，这样还能骂脏话这样子。哇，这你的声音非常的甜美，然后长得又是这么的甜美哦。哇，而且呢，我刚在后面听你唱歌，其实真的鸡皮疙瘩，这个真假音的转换非常好，没关系。直接呢，听平衡老师对你的奖评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有请吉瓦杜兰老师针对我们诗涵的演唱。因为我之前也有评到你嘛，那我觉得现在你整个给人家的感觉，不管是外表还有歌声，都变成熟了。哇，有差哦，半年。有，应该有吧？长大了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，你也老了。哪里啊？叶老师，我们同学了，我们同年纪了。来。对，就是，而且我刚刚听到。你在唱这首歌副歌的时候，其实让我还蛮讶异的，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成熟了，而且真的是有进步了。谢谢。可是我听到这很开心，但是另外一半又凸显出我的很难过的一点，就是我觉得你今天选这首歌不对。嗯，因为你虽然想要展现你的高音，但是你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低音。其实一首歌里面不是高音才是整个歌曲的高潮，你要有，它低音也是会制造这首整个歌，而且是两个应该要有就是对比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是在你前面唱主歌的时候，我完全听不到你在唱什么，因为低音太低了。你要嘛这首，你要选这首歌的话，你就两边都要顾到，要么你就是要升 key， 我才可以听到你前面低音，不然都是我都听不到。不然你就是，或许你可以去多练习唱低音的时候往胸腔共鸣走，对，那我们才可以比较听到你的这个声音。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可惜的一点，因为你后面真的让我们老师刚才在讨论说，哎，怎么这样啊，怎么样？因为你后面真的很多高音真假音转换，其实感觉真的非常好，而且我已经对半年没有听到，我觉得哇，让我非常的surprise， 谢谢。对，可是真的歌曲有时候该去注意一下，这个很重要。没有错。OK， 直接傅维老师了，来。因为听到诗涵唱到 B 段跟后面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说，哦，懂了，他为什么这样唱。可是一个比赛，如果你要到了 B 段才让我知道啊，原来你选这样是要对比，那你的 A 段其实比较内心，其实他唱的比较像是唱片里面的方式，对，比较收敛的。那拿来比赛就很。很危险，是对自己是一个挑战，所以你可能要再决定一下你唱 A 段的态度，你铺陈想怎么铺。其实如果低音你觉得你想用说的也是成立的，你不需要一定要去盯它是什么样的方式，所以我会觉得 A 段是可惜的，可是感觉出来诚意度是高的。好的，谢谢评审老师讲评了。直接呢来看一下你的成绩好不好？到底我们的诗涵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成绩呢？请评审老师举牌，圈叉叉。哎呀，
有点可惜，没有关系了，好不好？还有机会了 ，OK。谢谢我们的胡诗涵，给他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OK， 马上呢，在诗涵演唱完之后，直接来公布成绩了。我们三个圈的呢有两位，两个圈的呢有一位，那一个圈的呢有两位，所以呢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大家表现的感觉还在边缘呢，实力好像还可以再拿出来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还有四位参赛者，我们拭目以待了。休息一下，待会呢再回到我们的原氏英雄榜。